欢迎来到 Reway 十二周年略知一二的欢庆晚宴。Reway 已经十二年，前面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今天我们将会推出 Conscientious 第二代，再推出 Conscientious 的面膜，可以推出这样伟大的产品，真的是我的很大的荣幸。我们懂如何建立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一个团队，而我们也证明了，我们也做到了。刚才的这些高层的牺牲，他们的那种愿意配合，真的感恩。有一群很了不起的领导人带领着我们，我们不成功真的很难。这就是一间把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眼光带向世界的公司。敢敢给自己一个很大的目标，相信你自己本身，你会得到你人生更大的价值与意义。我相信这间公司可以召集我，我相信也能够召集你们，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Kita datang ke sini adalah untuk menang. Saya sangat berharap Anda sebelum keluar dari pintu ini, katakan kepada diri Anda bahwa Anda adalah pemenang selanjutnya di atas panggung ini. 成功真的是靠相信。Reway 是我们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相信的。今天来到这里，给自己一个机会挑战你自己。我也是一样，我付出我的时间，我的努力，我一定做得到。成为那一种人，就是当别人花了三五年的时间才入行才懂行，而你花同样的时间已经成王。我觉得这个选择不错。Reway 呢，在全世界哦，已经是一个传奇了。而我邱彦豪就是台湾的传奇。很多人说我的对手现在是谁，是我们的总裁林文峰，他是我真正可敬的对手，我唯有超越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每个时刻我要把我自己做得最好。其实当我加入 Reway 的第一天，我就想要成为 Reway 的 Number One。而今天我做到了。所以在这么多年下来，我希望2020年我们能够再创高峰。2019年金鹿奖得主是Team Sophia Peterson's Knight, Mr. Effendi!
sebuah nilai yang melalui proses perjalanan kita bisa menciptakan dan mencapai Piala Golden Deer Awards ini. Sekali lagi, beranilah imajinasi, beranilah tantang diri Anda menjadi pemenang selanjutnya di atas panggung ini. Semoga kita dapat melupakan tujuan, 一起完成我们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